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步进行？可以啊，你确定吗？不要我指挥，你自己来。番茄切好了吗？切好了。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：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蛋还是先放西红柿？先放西红柿。真的吗？我觉得王一博哥对。我学到的步骤是这样的：先炒蛋，炒到半生盛出来，然后再炒西红柿。哦。然后再把蛋倒进去。哦。这样。所以可以啊。你试一下锅。哎，大哥，你油油啊。来。我也不知道来下多少呀。一点点就够了。我跟你说，凭感觉，真的。太少了吧？有点少。对。嗯，差不多。少了。嗯，冒烟了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待会儿再炒。好，可以翻一下。底下熟了，你可以这样搅。对，因为它接触下面的都会固化。哇，